欢迎各位收看今天 WGL 亚洲区黄金级第二赛季。那我是主播 Big Boss， 那在我身旁是我们的赛评 Edison。嗨，大家好，我是 Edison。好，那我们前两场的 match 结果已经出炉了。第一局分别是由 Horseman 对上 T1， 那 Horseman 这边以5-2的成绩击败对手，得到了三分的点数。那第二场是 PP Super Fan 对上是 Big Gaming， 那 Big Gaming 这边以5-2的成绩击败了 PP Super Fan， 那一样是拿到三点。那我们今天第三场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场 match， 那是由 Super Noobs 对上的是 PP Super Fan。那 Super Fan 他们今天比较辛苦，连战两场。是，那尤其他打 Super Noob， 我觉得又更辛苦一点。第一个，他 Super Noob 本身最近的状况就好。那第二个是他是一个近战能力非常强的队伍。那刚在近战表现上 ，PP 是偏弱。所以照这种局来讲，其实Super Noob 假如说真的很有野心的话，他可以直接做比较积极性的进攻。好，那画面上看到的队徽是 Super Noob， 对，他们叫这种名字就实力相当强劲，有点就是标签不明确的感觉。这就还好啦，可是他们在他们主要是从 Rumble 那边崛起的队伍，那一路开始打赢级，然后慢慢越打越好上来。那整体是从算是很不会打，没什么战术的团，慢慢就从近战团开始打。那战术上其实他们的战术我觉得也还是没有非常强，可是他们的调度能力好，然后第二个是他们的单打能力也好，光这两点来讲可以可以盖掉非常多的缺点。那PP 我们刚刚看到他有时候战术就是创新，他让你措手不及，这是纯粹战术，他并不是一个单打，就是说他可以猜到你的弱点在哪里，那么做一个突破性的进攻很成功。那 PP 的调度上也是不错的，可是在集火能力真的是刚看到，有很多很大的问题。对啊，就是不是小问题。对啊，那个集串能力的稍微相对的糟糕一点。那 Super Noob 是一个计算能力很强的一个队伍，所以我们等一下看的话，我认为只要 PVP 他没有用太多战术层面的东西，纯粹的冲锋，应该我认为他是对 Super Noob 是没有机会的。那如果那 Super Noob 我们前面讲到他近战能力强，他会不会善用他这个优势，在那个 PVP 如果处于防守方的时候，他担 Super Noob 担任攻击方嘛？那我用我的一个近战优势，我快速的去冲破你的防线，有没有这种可能？对，那他其实说近战优势不一定代表你冲锋很强，就是说你在近战的 poke 互相换炮的能力会很好。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越南人在这一点特别好，越南人在近战一直都，我说比赛团哈，比赛团的越南人的近战能力一直都非常强，就是说他们总是在某个集火点或打该打什么车的方向上哦，不会出问题。这一点就是跟翼龙也是近战非常好的队伍啊，所以我觉得越南团在跟翼龙打近战基本上没有输太多。可是翼龙不是只有近战强啊，他是整体全方位很好的队伍啊，所以他们上次拿下冠军吗？啊？是他们吗？哦，不是，我一直印象翼龙好像拿过什么冠军。他在那个，我一直有一个印象，那个什么，那个日本那个叫什么？那在比赛名称忘记，他们有拿过冠军的，当然有，他们常常也拿冠军。问题是说，上次在 WGL 的世界大赛，他们拿到第二名。对，第二名啊，对这个我记得，他们是拿第二名，第二名，对，有点之前的事情。可是他们拿第二名已经很难了，我认为亚洲退伍拿到第二名真的很不简单。因为那一次个比赛其实不只是亚洲区的比赛，它是全世界性的比赛。是。那亚洲的另外一队，叫什么？Arate 啊，那时候还是叫 Arate 嘛，我不知道改名了没。而那时候还是 Arate， 可是整体的实力也是非常棒，所以亚洲表现呢，我觉得也是很不错。可是很多比赛上的东西，我们还是稍微落后人家一点在资讯上。好，那我们这边比赛已经准备开始，那由 PP Super Noob 这边担任首方，那 Super Friend Super Friend，他们是 Super Friend， 没有，因为他们这个名字太像，不好意思。好，那是 Super Noob 担任首方，那 PVP Super Friends担任攻方。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标上没有把那个 PP 打进去，他们其实只是要表示他们是这个工会的一个分支，是不是？这个就像以前 Horseman 叫做 IF Professional 一样，所以其实他们只要证明是 Super Friend 就好，因为名字太像了。其实也他们后来就成立了新的 Claim， 对，那时候他们给Racer 吧，我记得是 Racer 赞助他们，以后就兵败如山倒。然后这是 Racer 的问题吗？不是，是一个赞助魔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被赞助的队伍都凄惨无比。哎，
到目前为止斗争的心态消失了，嗯，要没有个稳定的来源。我真的不是那么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可是每个赞助队伍都会变得很惨，真的是无一例外啊。所以赞助魔咒在战车的比赛中一直在流传。所以现在那个 World of Tank 里面有个传说，就是你想要毁掉某个队伍吗？去赞助他就对了。是啊，目前看起来确实是无误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 Supernova 这边感觉有点把自己的防守分散掉。没有，这是一个标准的分散型防守，防守啊，问题对方要有侦察能力啊。那假如说以 PP 的阵型来讲是没有侦察车，嗯，哦，那基本上没有什么侦察能力，他要靠接近战。那你一接近战以后，通常队伍是不会分散太开了。对，那假如说山上有人，下面有人，那你就知道大概分布上是没有出人家太多，那你就把点稳稳站好，那问题也不会太大。这样现在状况有点尴尬 ，Superfan 他们的主力位置有点被那台 T 五是赖给掌握住了，是那被限制住了。那五零 B 在那边也看到 Open Trigger， 那也看到，嗯，我看是谁爬上山的，那个215B， 215B 也上山了，所以五零 B 就直接跑走了。那问题是说，他知道你的布局大概是山上两台了，哦，那下面的防守点，哇，哎，哇，这个竟然被打中了，对，他竟然被打中。这个真的是不应该啊，很不应该，而且还是被秒杀，欸。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Superfan 他们在西侧的威胁就已经消失了。这刚刚那个状况，他只要往东线跑，然后沿八号线乖乖的回家就没事了。对，他竟然就这样被打死啊，而且是慢慢打把他打死的，这个是有点。今天不会每一场都打满吧？我是不希望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PVP Superfan， 我们其实蛮不看好，在开赛前我们其实也没有看好这支队。是是。那没想到竟然能够跟 Big Game 打的，其实还算有点拉扯。是，那主要是说，可能他们最近练习量开始上升以后，可能整体的水准就开始拉回来。对。那目前来讲，我讲 PP， 因为他也是战术层面很好的队伍啊，那就是可能近战的手感上、小组作战能力上，太多新人了，打起来还是有点鸟。所以这一点稍微差一点，不过我想以后应该会慢慢改善，对，渐入佳境吧。我想，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台215B 不断想用山上这个缺口去点下面的车辆。嗯哼，那目前好像因为视野没有到的关系，就反而自己被打了一下。不过好险两边都没有命中对方。艾斯是在这个角度感觉好像蛮好弹的，哦。艾斯防御能力很好了，没有太大问题了。啊，不过刚215B 打下来的角度应该是可以挤穿 S， 只是他打的稍微急了一点，有点乱打。好，那我们看到两边目前还是卡在各自防守的位置，姚这次穿了403D， 是啊，而且还断了履带，有点伤哦。他如果还好啦，没有继续打就还好。可是他站在那边持续跟他对射是可以稳稳的把他收掉了。好，我们来看到 Superfan 这边在地图西侧的部队开始有动静。他们主力就放在那边了，大家看那台杠七是不是要趁对方回防一号点的时候去做拦截。是啊，目前来讲 PP 的走位算是不错。对，他刚有一台尸体刚好给他用，他就慢慢的走过来，他也不急，硬推过去，就这一发没击穿，直接断到了100的履带。是，他只要因为他是全开车辆啊，所以他在瞄好下一发之前，他可以修好履带。然后这边被打了一发300多滴，还可以接受，100血量很多，这个对他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嗯，他们好像没有打算去占一号点位，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歼灭敌人部队上面。哇，被打了1107啊！哇，这是被什么打到啊？100跟 S 一起攻击到同一台吗？有可能。对，应该是被合击了。嗯哼。哇，是好痛啊！对啊。哦，816，你看 Wolfen Trigger 也不敢贴着跟他打，因为被。100打到是很痛的。是。那我们可以看到山上的 Wolfen Trigger，哦，直接收掉了对方的 Wolfen Trigger。嗯哼。角度漂亮。对。嗯，这一波的侧袭达到非常好的效果。看样子 Superfan 他们这边应该是有办法用。现在的状况就是 Superfan 赶快卡住那个7号线，然后山上的赶快下去从后面绕背，这样就打赢。有，这边成功的来到了在连线旁边。嗯哼。那这边用100用逆斜角出去扛住了对方的一炮。哇，
这一波的交换上感觉蛮赚的。是，那目前来讲，这 PV 赶快从对后面过来。这我没办法，这两线交战，这个如果等到无分吹给到场的话，这个应该就直接被收掉了。是啊 ，PV 苏威分现在来到一个巨大的优势。嗯哼，他们就是战术层面一直很不错了，那就是近战稍微差一点。我觉得苏分怒威要跟他们打哈，要尽量打一波，不要打那么龟缩，让人家展开他的战术的时候会吃大亏啊。那我看到现在就是时间上的问题啊，两边血量差距过大，对啊，迟早的问题了。对，今天站点那台钢机也来不及回来救。目前就是一个多方集火。我们可以看到 Super Friend 他们这边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台车被集火。对啊，对，这是一个完全的胜利。对啊，完胜，完胜。这边没有要选择站点，选择把对方都吃光光。对啊，吃光还是快一点。这是嗜血的队伍。没有，吃光比较快啦，那站点那边让他慢慢打干嘛？哦 ，PVP 第一台车出现了，第一台阵亡车辆出现。没错，第一台康可。不过这已经对战局一点影响都没有。嗯、我们看到无分车哥这边保存还相当不错，虽然在 reload。嗯好，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现在这边 Super Noob 就只剩下了一台杠七，他们两个队伍的名字实在太像，害我讲之前都要想一下。Super Noob 跟 Super Friend。对，你看我一下讲一下 Super Noob， 然后 Super Friend， 对，要想一下。哇、哦，很快的解决掉了。我决定还是叫他们 PVP 好了，PVP 就好了。对，好，那我们这边恭喜 PVP 这边先拿下一分。是，那 PVP 这次的布局就。比较单纯化了，因为我不用清坦了。那既然我不用清坦，我就做一个正面迎击。那把你对方清坦打掉，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对方虽然有一台侦察车，那台侦察车第一个没有办法提供太多火力，它主要是做反站点，外面点只要被占的时候，它去把 reset。那 PP 根本不打算打这一场，因为它也没有清坦，所以它就做一个正面的迎击。那正面迎击重点就是说，你怎么去把正面的优势哦缓慢的创造出来。所以他们刚刚的打法就是。先压到 Delta 线，确定你前面没车，哦、那山上也净空了以后，我压进去。他这时候有一点就非常重要，就是说，Super Noob 他们那边没有意识到山上车子下来这件事情，那整个中央通道就这样子被人家很轻松的夹击夹掉了。那一些部队就在西侧，也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就像记不记得那时候 Horseman 第一场，对 ，I7 在左侧不知道要干什么。啊，像刚那个状况，他们那个 IST 也是最后才进场，对，就是说那个进场位置或时间就很糟糕，那造成在局内打的时候就不是很好。啊，第二个是 Wolfen Trigger， 在我看他真的不是一个好的防守车辆，在这个场里面，因为。太容易被打爆了，你甚没有什么多的地形给他掩护。对，那第二个没有几发的射击机会。通常，所以我们四连发车，可是问题要你可以让你连发，都还没连发就已经死掉。反而是在进攻方来讲，从侧面攻击的机会偏大，除非你在防守方做一个比较强行攻击的风的部位，把它创造出一个侧袭优势。那无分追可它本身就是一个非正面迎击的力量嘛，就是说。你在打的时候有没有机会让你出来从打人家侧面击发，那让人家火力线不在你身上的时候，基本上当然是 OK 了。那刚刚的布局来看 ，Super Noob 我觉得没有布得很好，可是我觉得 Super Noob 主要没有发挥他在近战上的优势，他干脆有点像被分批击破。对，而且他们就拉得开开的，那分散布局是无所谓，分散布局最大的缺点就是你会被集中突破嘛。那以 Super Noob 来讲，我觉得他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要集中突破。反而不是做分散的布局，因为他近战好，你就做一个想办法把对方做切割，然后直接做打击。我觉得对 Super Noob 的强势来讲，会发挥的比较明确一点。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二场，在 Himmelsdorf 一样，但是我们现在攻守交换将会由 Super Noob 这边担任攻方，那 PVP 这边担任守方。好，果然还是叫他 PVP 比较轻松。是啊，那 PVP 这一局来讲，他也用了 Wolfen Trigger， 对，他用了还是用了两台 Conquer， 然后一台 I7， 一台 5B， 两台 100，在这种城市战地图还是一个部队主力啊。是啊，还是很流行。那希望你哪一天可以看到全部100。那我看错了吗？哦，我看错了，不好意思。什么？因为我刚刚在看那个 50B 的血量到底多少。那模组上看的2700，我吓一跳，就不是他位置拍错，他位置拍错是2100。
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 Super Friend 这边是把自己的部队集中在地图的西侧，那留一台杠七，因为他速度比较快，所以是选择防守斜坡，嗯哼，或者是八号线，这都有可能。嗯哼，他们这次就像 AD 神老师讲的，就是把自己的战力给集中来打一个近战。嗯哼。目前来讲 ，Super Friend 是比较不适合打接近战了。嗯，好，他用一台 I7 在那个位置看整个中央侧敌人的布局。1390，对，他过来，他们要准备打1390，叫1390绕出来，然后给你一个 surprise。哦呦，这边1390非常聪明。哦 ，PVP， 你看 PVP 就是一个很战术层面的队伍，他要打一个奇袭，你知道吗？他觉得你可能分散了，我来一个奇袭干掉你。没想到对方的主力反而是走在这个地方。对，那问题是1390不是一个了不起的车辆啊，他没有办法防守住，这个战斗群，你知道？那 I7 看到对方 I4 过来了，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什么？逃跑，这非常正确啊！不要蹲在那里，该走就走，即便被打都要跑。好，我们看到两边现在进行了一个大风吹式的换家，对啊，大车轮啊。可能就是所谓的换家，就是明明是攻击方到一个点后，想反而变他防守了。是，那无所谓啦，因为目前来讲，PVP 要回去的时间上是够的，因为 I7 已经站到点了。那现在的问题是说 ，OK， 3390站点，你要怎么去做 reset？ 目前来看，他要走中央区过去啊，现在出现一个很大的障碍，他怎么去走中央区过去、啊？涡分车轨在这边不能乱射。如果乱射的话、等一下就没办法发挥。是，那我分切克最好的状况就是到后面打。我说我这台杠七这个位置有个机车、啊。对，那问题是 IS 已经挡住了。对，他们这边一定要想办法把那台 IS 打一下。目前来看站点还有40秒了，因为 IS 一定会再被击穿一次，那大概是10秒后，所以大概还有30秒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在地图 A 号线那条横线上这边。Super Friend 的部队已经回来了，这 I 四一定会被打到一下。对，目前来看是来不及。这个打中履带也算 reset 了。当然啦、啊，问题是390啊，不是 I 四啊。哦，390，哦哟，哦，他竟然退开来，这个 I 四要打屁股啊，这个、太糟糕了。390原本就躲得好好，突然前面这个对啊，竟然有人让位了啊，真的是，他完全是傻眼，为什么自己的队友会让开？当然是可能你还是会被 reset， 可是你至少要创造一个空间，让队友能够有更好的火力发挥机会。结果你看啊、可惜。不过不管怎样，一旦进，我认为啦，一旦进入接近战的局 ，Super Friend 就比较打不赢，因为他们的集火或者是掩护或者是集团能力，比起 Super Noob 还是有点差距。我觉得你看到 Super Friend 这边已经啊有，我们可以看到这台 I 4跟215B。打起来就是感觉有点差距。哦 ，Wolfen Checker 也出来了。对，现在这个状况 ，Wolfen Checker 要绕背啊，不可以停在那里。对 ，PVP Wolfen Checker 只要可以绕到后面的话，这场就好打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Wolfen Checker 这边积极的想要击中前面台015的头。对啊，可是这样子基本上击穿能力会变得很低啊。对哦，他还是给对方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果这时候两发 HE 的话，可以随便就收掉。问题他在 reload 啊，所以他现在没战力了。对。都残血，哎呀，跳弹两发，哎呦 ，I 四，刚是血还这么多 ，I 四血这么多，但是他已经刚刚打100一发残掉、啊，完蛋，有，还是差一点哦，对，没错，还是差一点。不过现在的状况就是无分车轨回来的状况，他只要回来状况很好，离得好，啪啪啪，全部打光，不是不可能，这种是他不能被打到。对，可是刚刚的状况，我觉得最大的障碍是他不应该。停在那里，他应该绕背。没错，那我们015跟杠七的对决是。那目前来讲就是都有机会了，大家都是一发货，一发货的对决，是看谁先打中对方谁就赢了。是，我们看哦，康克打了，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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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七现在危险，哇、哦，又打到那个尸体，跳弹了、啊。对，打到尸体弹了一发，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来了，哇，我一人一发，一人一发，哇，GG没了没了。哇 ，PVP 拿了2分啊，赞！对，厉害，没话讲。原本以为他们可能就是被秒杀，没想到这样。其实这场我觉得最关键就是那个 IS 退出来了。对，真的有点莫名其妙。IS 他一退，那个站点就完全就没意义。对，因为刚刚只剩大概一秒钟吧。对，那他只要卡着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把他，因为我们可以知道1390他那么矮，
其实 不容易达到了、啊，没那么简单、啊。完全就是挡着的。但他等他绕出来嘛，绕出来一圈，让那个爱丽丝跟着绕，跟着转就好了。对、啊，让不是让那个敌人绕出来哦，多一点被打击的机会，就为了要打你那边绕来绕去，然后被队友多射个一发，这样也是好事。你看刚刚那个血量这么惨，没错。假如说刚刚后面那台两台车子多射一发，有掩护好的话，我觉得基本上这一盘就逆转了。问题是刚刚的状况就是。该做的事没做到，那再加上你用一台轻坦390在那边没有任何输出的，他只有被打了，所以他那个血量1000就是被打使用，没有任何作用。可是其他康克两台是可以慢慢做输出的，所以这是在血量上本来就有一定设定上的差异。苏特姆鲁，我说苏特姆鲁在设定上就有一定的差异，你要暂停，你要知道人家大概从哪边回来，你要去做个掩护嘛。那可是刚刚的状况就是说，我觉得其实掩护的没有很好。不过沃芬崔格 PVP 沃芬崔格最后走位，我觉得。不够好，他要稍微再调整一下。其实刚刚那局很轻松，我不会搞得这么惊险的。刚刚真的还蛮惊险的，要不是那个康克打飘的那一发，二一五 B 没把它收掉，只要收掉 I 七直接收掉，应该就啊、哦、不对哦，没有刚刚那个康克打偏了，然后二一五 B 要打 I 七，就那一发打到尸体上，对对，要一个跳弹，对，这样子转过去。如果那个 I 七爆的话，那个等一下沃芬崔格回来的话，人家就不是看 I 七，是看他，是啊是啊，对啊。哦、所以刚刚也是乱惊险一把的，很可惜耶。因为刚刚的状况主要是对那个 PVP 的康克打飘了，只要那一发215B 积极一点，直接开出来把它收掉，那搞不好结局不会是这个样子，很难讲哦。真的都是一炮的胜负，因为刚刚真的大家都是一炮的胜负、啊，全部都是一炮货啊。可是我觉得很关键还是在初期、啊，因为当我们后期当看到这些差距，可是初期是因为你在掩护1390没有掩护好，你把它让开来被。1390这样讲过，他是没有输出能力，在那个场内，他本来就是打不死的，你只要让他不被打，你的队友就可以打很多。那问题就是说，他敌人在绕进来，看到他就啪就把他干掉了，不要说干掉 ，reset 掉就好了，那他就可以很自由自在的去打其他的主力部队。那问题就是就没有那个压力在，是对，刚刚就是。没有把它保护好，让敌人假如说被迫绕进来，然后100摆个大侧脸去打1390。他刚刚有那个站点的分数在，那敌人就很想要去打他。是啊，因为但又打不到他，因为杠四如果卡得好，就变成做很多更大的动作出来。是是，那可能是没有讲好了，就是说杠四可能说啊我要退，那你也退，类似这样子，那就搞了两个，一个出去一个进来，刚好出去被人家就这样子塞掉，一个大莫名其妙的状况出现，很糟糕啊。可是其实刚刚局是很紧，局会这么紧，主要是因为苏芬努的配置。上本身就比较轻，他本来的火力输出就没有这么强哈。那既然在一个没有这么强的火力输出状况下，你很多东西都要稍微再注意一点。很可惜，刚苏芬努奇可以拿下这一局，就没有拿下来，被 PVP 拿一个2-0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地图是在 Ghost Town， 那目前比数2-0，由 Super Friend 这边拿下2分的优势，究竟能不能在这个我们绝对完全不可能的？match 里面拿下5-0的不知道啊，只要 PVP 拿下来也是一件好事啊。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信心，因为我们可以知道 Supernova 在表现，其实算在今天这个 match 里面表现算是前段的队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两边配色，麻烦 Edison 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目前来讲 PVP 就是拿100群加215B 混编嘛，那他刚刚可能看到 Horseman 用416，觉得哦对哦，他们怎么没想到用这台车。对啊，这台也今天也被拿出来了。那 Supernova 呢，就是很标准的100 215B 8卡加双康克的防守型配置，这样。好，我们看到两边目前还在展开地的阵型。Superfan 这边则是往地图的中侧移动，那 Supernova 这边则是进城哦。是，那因为他们攻击方嘛，所以要么就是拿中央占领权，要么就北部。那怎么去做一个集中切面，其实没那么简单。416走北边的位置算是标准了、啊，那个位置本来就是要找个机会打个侧袭这样。那现在就看，这样现在就看那个 PVP 怎么去做一个这个局的推进。这个局的推进不简单了、啊，因为其实这个局的推进来讲是 PVP 的先天弱势，就是说你要被迫打近战，你才能打这个局。嗯，那假如你不打近战，当然就赢不了这个局。这个局本来就是一个打近战局，那你要做包夹的状况。刚刚我们已经看到 PVP 在打近战的时候有点很大的问题，有点问题，应该不小，是超大的问题。是的，就是跟人家打了一点。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两边目前现在对炮上是 PVP 目前占了优势，这边一个侧袭成功的击中了 Licky。嗯哼，
那 Leaky 在100现在已经进入很危险的一个状态，等一下后面这台 215B 出来的话可能会把它收掉，因为 PP 收这台车收的有点慢啊，所以目前来讲变成自己陷入困境了。没错，这边右侧的部队哇，一换一这有点亏了，原本是可以无损换掉这台，是是是，目前本来是 OK 的，结果变成说有点慢，对，就是在近战集火上还是慢了一点，然后还是慢了。那我们可以看到 Super Noob 这边后面有一台 8.25T， 这边有两发弹要过来，可以给 215B 造成很大的。啊，还去撞到车啊！撞到，可以到这边没驾照，驾照要重考。真的，屁股还被打一发。屁股打 416这边来收他。嗯哼。那我们看到队友就是要掩护这台 25T 了。嗯哼。有，我们可以看他们这边把火力集中在416上，两边集火的一个效率很明显就可以看得出来。嗯哼。目前来讲 ，PVP 的集火还是稍微糟糕一点。虽然我们可以看到 Super Noob 一开始在是陷入劣势了，是有一台100直接就免费被打成残废，他们后续的处理做得非常非常好。嗯哼，后面的交火能力还是有拉开来，可是现在有个大问题就是说，你看，Super Noob 虽然有1400的血量优势，可是不要忘记那有1000多是在1400是在巴乔上面，可是巴乔现在是一个没战力车辆，因为他没有，对，他还 reload 啊，他目前在 reload， 所以完全没有用。我们就只能等他准备好回来一波毁灭世界游，我们可以看到他开始工作了。是他开始，刚刚是一个空窗期啊，对，哦，打没穿，啊，完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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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没事，没事，没事，他又给了对方一车跑，就很讨厌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PVP 的100这边则是被三台对方的重型战车给夹击，应该是时间上的问题。是，啊，目前来讲，当100他还是很强悍呐，啊，因为他一发打700多，你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这很难讲。有时候打你打一发跳，那么打你一发700失火，你就 GG 了，这也是不是不常见的事情。而且比赛中爆弹药价其实也不是第一次看到，100很少爆。对，100这个车子我德国车辆比较设计优秀。奇怪，我有没有看过100爆弹药价？因为我爆过一次啊，那个100，我爆过弹药价，对，一次。哦，很难啊，100我没有爆过弹药价。我那天可能是就是没烧香，不然就是那天可能那一年可能犯太岁。你可能没有放那个技能吧？我有放技能，对啊，可能我的人生的低潮在那一天来到了最低端，最低点，正好到最低点我就爆炸。老鼠我看过不少次爆弹药价，而且它爆弹药很有趣哦。他炮塔飞不起来，他是这样，咚，是这样的，砰，太重了，有没有？往下掉，太重了，啊，是啊，真的太重了。那我100其实也是差不多，他没有飞很高，不像其他战车是整个飞拿在空中转，有没有？对啊，对啊，对啊，有些飞很高，可是100老鼠，我相信他就只能侧面弹跳。对那时候嘣一声，哎，欸，哪一台爆掉？大家在看，哦，原来是老鼠，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飞出去，嗯，他是嘣，然后。就是炮塔好像换了一个位置，你没有看到东西飞起来。对对对对，就嘣一声很大声，然后哎，然后画面会晃。他刚开始那个改版会爆那个弹药架，炮塔会飞的时候，我玩那个游戏其实常常被吓到，会被吓到，谁都会被吓到，因为那声音实在，那声音实在太大声了。对，我也常被吓到，每次旁边爆弹药架我都会吓一跳，都会吓一跳，我操，是搞什么东西？然后而且画面会晃，然后耳机好一点的，他可能你体内的水分就被震了。好，那边恭喜 Super Noob 在 Ghost Town 这张图扳回一局，目前比数占到了2-1。是，目前看起来 Super Noob， 我觉得他们还是老，我觉得还是老话一句啊，一对于一个近战比较不好的团，你还是要发挥一个，抓一个近战的时间，我觉得会稍微好一点。因为刚来讲，刚刚那个局来看，PV 走一个侧斜，可是事实上。一台100被三台打老半天了，其实也是不太好了。就是说，真的是花了一点时间。对，那你已经看到对方的走位在哪个位置，你应该要切到某个位置，避免对方转过来打你。这样就是说，这边一台100嘛，那这边一堆掩护的车辆，那 PP 是两路嘛，那你要过来这边可以看这边的车辆，这三台车子转过来打这边的车就好。不要在这个巷口嘛，你在这个巷口打这台车，被这三台车打是一个很怪的操作。趁那个时候赶快过去，啪，然后就把它打掉，那再过来坐两车打这一边就好。有时候你也是要掩护一下你侧斜的队伍，对啊，因为他刚刚说在里面侧斜队伍一出来，一样是被全部的人看。对啊，所以刚刚的状况来看，其实是没有做到什么侧斜的效果。那可能这已经不是战术层面，是战斗技巧方面的问题。其实说走位的观念哦，对，不是很好了。那你要抓到人家落单是没错，可是要知道人家掩护位置在哪里啊。OK， 好，那下一张图吗？对，下一张图现在比数来到了2-1。进场了，为什么现在开始听到他们声音？不知道，刚刚都没有，刚刚我们这边很安静哦。他们现在开始进场，我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我有点吓到。好，那我们第二场比赛已经准备好要开始了，第二张图的第二场。对，那 Ghost Town 现在攻守交换，由 Super Noob 这边担任攻方 ，PP 这边担任守方。那 Super Noob 在配置上只多了
多了一台100少一台、多了一台215比少了一台100，那 PVP 来讲变成四台100啊，一台 215B 两台 T54 的配置，这个配置上只要纯粹打城市战应该是可以发挥一点优点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哎呦 Supernova 这边选择直接冲进城市，对，那我们可以看到 PVP 这边则是两台去外面，在城市外这边巡逻，是，对，那正面主力也一样是进入城市，等一下可能正面会在这个斜坡地方做这个一波的冲突，是，那我觉得 Supernova 就不要想太多，我觉得他尽量打，打就对了，尽量打，真的，他那么近战能力真的是好，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三发的成功的击中对方的100，而且都有穿哦，对，打最难打的车子竟然还可以打穿，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因为100本身在打，不，215B本身在打100，本来的击穿率就不会太差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两边现在虽然陷入了僵局，但是我们要看外面那两台中坦能不能突破这个现况。对，那目前来讲 ，Supernova 就比较倾向于用一个缓慢的 poke， 对，慢慢搓掉你的血量。我觉得你的近战打不好，我就慢慢跟你搓血这样子。那对 PVP 来讲，我不跟你搓，我就是要准备打战术。我退出，我还不跟你搓，可以吧？搓不赢。对啊，他已经被他宁可不跟你打，他也可以争取到时间去换他战术的一个好的一个布局了。是啊，那目前来讲，他已经被搓掉1500了。对，其实也还好了，还好了，100被搓到，那应该还好。至少这边有反戳了对方一炮。嗯哼，其实一炮而已啊。对啊，一炮，这一炮而已，有总比没有好吧？如果他没有戳到任何一炮，现在被我们就会被我们讲很难听。对啊，不过他们近战上就是稍微差一点，稍微逊色一点。对，没有吧，这是我们赛前就知道他们的缺点，我们也不好拿这个去编啊，只希望他们能够加强，因为我们今天一样啊，弱项，你的弱项正好是对方的强项，那这个就很难发挥啊。是啊，是啊，是啊。那目前来讲，Supernova 做一个走位，那感觉起来是要走二号点，对，二号站点。那当然他不是要站点啊，他只是预测到说你的部队的位置在哪里，他可能要掩护我的 Petra 做一个侧斜向的推进，因为毕竟 Petra 在那边走。如果他碰到对方两台 T54 是稳死的，因为绝对打不赢。那现在状况就是说，他想要掩护可能 OT 的一个推进的方向这样子。那目前来讲，我觉得 OT 可以稍微再积极一点。我也在想那台 T54 走不走了，不容易了，对，不容易，有点困。其实 OT 怕的是说，在另外一个山头会不会有人在支援他？啊，在爬的时候一直被车戳侧面，没错，状况发生这样子。哦，这边卡在山上，好像没有人发现他。他刚刚完全就躲在山后面不敢出来。是，那刚Supernova在走位的时候，有一台 OB 被打一个800多，算高伤了。这也算是 Superfan 的这个报复啊。是啊。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那100血又更低了。哦，这个一字排开一个南北战争时的一个攻击方式啊。那还要那个小喇叭手啊，对啊，还有个鼓手。拿一个旗手，然后大家走好站定，有没有？对，要站好，然后再打完射击。对，打完还不准找掩护，你要给我在原地清枪的。对呀、啊，最多是往后退一排。对，天哪，那击穿率实在是有待加强啊。嗯，一，哇，这个为什么击穿率会这么低啊？我又不懂哎、欸。可是手抖吧？我不知道 ，PP 在那边打三炮没穿满，把四炮了。哇，竟然一发都没击中！哦，又被打。对，我们可以看到 Supernova 他每一个有效 Super Friend 啊 ，Super 是 Supernova 有打穿对方，对对 ，Super Friend 没有打穿对方。对啊，几乎没穿诶、欸。到目前为止，在这边的交战大概已经差了6-7炮了。没错，又差一炮。哦，有打穿，有打回一发700多滴，第100有。终于。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其实是一个里程碑啊，已经里程碑了吗？我成功击中对方一发的。是啊，哇。哇，这个有点尴尬，被戳掉2000多，对，血量差非常非常多。嗯哼，还好啦，还可以接受，因为本身 Supernova 的车血量就少，所以我们看现在血量差2000多，事实上它已经被戳掉3000多了，这个惨吗？真的，我们来看到两边光做这个近战技巧上 ，Supernova 这边是完全压倒性的优势。对啊，在近战能力上是有差距。如果刚刚那一波 PVP 他们过去的路上有成功的跟对方1-1交换的话，现在战况不会这么惨。目前来讲，又拉回来了、欸。哦，哦，好吧，皮多肉厚还是有点差距。好，我们可以看到 PVP 这边左边那台215B 应该是要被大家狼群收掉。对，要赶快，因为再来的话，他的100在场中很危险，要赶快打。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开始转点，所以 UV 被收掉以后，100跟100之间的对决，那旁边，哇，完了，八小白，没有子弹的八小是很可怜的、啊。五四 T 这边就慢慢的来，哦 ，KOU 真的是 KOU 了。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场外还有一台满血的五四 T 准备进场。对，可是五四 T 能干嘛？他进来就被打爆吧。是，瞄好他，不然就是一人一发弹药架了。是他直接做追击了，对，没跟你花时间。咚，嘣咚。GG 一百的炮声，不管怎样都是给人一种很震撼的感觉。没打穿欸，他没打穿，还 miss， 他直接打在地上。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烟飞得非常非常高。对啊，那一定是100打的。好了，没关系 ，Super Noob 应该可以拿到这一局了。你说对方也只剩下一台 T54，没办法干嘛？你躲在那个房子后面站点就好了。是啊，目前来讲，对于Super Noob 就是站点而已啊，就赶快站点，因为你要去追一台 T54，你要追到什么时候？就把炮线看好，对，把炮线看好。那对方从哪里来，你再出去打他，那种就好了。而且他也没办法一次打你们四个人，你们四个人平均分摊掉那个站点。对，因为从十秒钟来讲，你是每个人都在站三点。那一秒钟三点，一个 reload 是七秒钟或六秒钟。根本我就算什么都不做，你打我一下，我也没差。是，完全无影响。好，第一发成功了，站点获胜。那恭喜 Super Noob 这边又扳回一局，目前比数站到了2-2平手。对对对，我觉得 Super Noob 就不要想太多了，对，就冲了打了，你根本就不会输人家，你不用在意那么多。我刚看那个 PB 的击穿大概五成，我看不知道有没有五成哦，搞不好连五成都没有。我觉得你知道我们自己光自己在玩，我们不是有那个什么命有效命中吗？对啊，对啊，有效命中，我们基本上已经自己玩可能要六七成会比较好。那可是他们在比赛中竟然只发挥到五成，这我蛮讶异的。是啊，就是说。某一些站位上，那你知道对方很难打，对，那不要跟他打，赶快离开。他们刚刚状况就是，哦，我看到一个人在卖头，我要打他的车长塔，人家那边摇来摇去，那边左穿右穿打不穿，然后移动中还想去打对方车长塔。这时候就是说，你不要去理他就好。你既然你的目标在前面，你为什么要停在那边打一个打不穿的东西？赶快移过去，大家过去就没事，就站在那边，你一发我一发，大家要轮流吃，哇，吃了一大堆，一口气被吃了，然后六七发，然后最后挤穿人家一发七百。六七八就算低伤七四二十八也打2800快3000去啊，你换一台700多回来怎么可能划算？那加上初期的 poke 又输人家，整体在正式交战的时候 poke 光 poke 的血量差已经差了3000了、嗯，所以后面的局就其实没什么好讲。感觉出来 PVP 是想执行一些危险的战术啊，因为我们如果看一下刚刚那一波移动上，如果他成功的跟对方1-1交换，嗯，就你打我，我打你，我这我成功的击穿的话，他其实不会裂到那个样子。是啊，那当然就是对方就是因为站到好位置，敢做这种事嘛。那你没有在一个好位置上，你就不要去做这种事，就做一些奇怪的事情。那你自己又知道自己打不准了，你还敢那样跑？对，那跑过去以后的位置看起来也不是一个好跑位，就是说也不是什么一个好的夹击阵型。然后最后看起来就是被免费收过路费，对，就是不断的被打而已、啊。所以整个近战能力，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太好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张地图是在 Rimberg。Okay. Rimberg 这张地图，嗯哼，那 Rimberg 来讲就是稍微比较战术性的地图了。那在这一场我们刚刚有看到 PVE 打得相当的精彩啊，就是一个途径。那会不会再做途径呢？不晓得。可是不管怎么样啦，因为这个图来讲，到后期只要进入近战交火，我觉得 PVP 都是会大家拉回他们的优势，对，很难拿到他们的优势。一个近战交火如此强势的队伍，我觉得他们队长应该很清楚这一点。对啊，就是说我们就是近战嘛，我们就跟你搓。对啊，其实近战交火越长的队伍，他是越讨厌用连发车，因为连发车可靠度不好。没错。那第二个，他近战能力很差，为什么？他被击穿率几乎100%啊，那击穿别人的几率可能也高，可是要看一下状况。所以这种东西只能做侧袭。那一种惯于近战交火车的队伍，他就是很喜欢做一波流或压迫式的冲锋。那对于侧袭的部分的观念就会稍微差一点。所以他们用连发车，在绝大多数的状况下都用的非常少。假如说你要发挥你的近战优势，连发车是不可能太多。对，因为连发车就只有一瞬间的爆发，接下来他就没什么作战能力。是啊。一瞬间的爆发，通常那我们也讲到连发车，它有它的优势弱势。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它的那个地面不足。那它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它优势就是说清场啊，就是说你只要有很多血沉的车辆啊，你本来要一发打死，然后七秒再打第二发，就才能打死。它过来啪啪两下就结束了，就很快嘛。所以在
战场比较血残的状况下，或者是对方一波冲进来，然后瞬间把人家先打一轮的赶快跑掉，这时候连发车就会有优势。那正常的状况下，你只要是正面，那想要跟人家一对一的换炮的时候，其实连发车算是一点优点都没有，很难呐、啊，不是说完全没有，就他可能可以给对方一个威吓的存在，在威吓里，其实大家都会先集火打他，所以通常他只要能够打完一轮，算也是交代过去了。对，就打完一轮说，我做到了，等一下有事不要找我算了，就差不多了，我都打完，如果他五发都有效击穿，他今天就没人会怪他，是。好，那我们比赛已经准备好要开始，那也是由 Super Noob 对上的是 PP Super Friend。 那我们看一下在地图右上角红色的 Super Noob 这边担任守方，那在左方蓝色的 Super Friend 这边则是担任攻方。 OK Super PP Super Friend 要想一下你讲话事情是不是要想一下，没有，我看车子就是看PVP， 他基本上他用个非常重型的配置，一台4390，然后大量的 E5215B 加 IS。 那这个车子的确定的优点就是说他的机动性勉勉强强还可以，不是太慢的车子。这样，那对于 Super Noob 来讲，他们用的车辆就比较两台 T54 波芬 Trigger 50B 25B IS 25B， 这不是很重型的配置，讲实话。所以这场哦，看来 PP 又要玩老招数，他要做一波流冲锋，所以要选择从那个站点的左侧低地直接冲过去。是，那这一次的话，很明显的就是，Super Noob 他有一点意识到这件事情，他 T 5 4一开始就在站点圈附近，他不想走远，他想要看一下你的局是怎么玩的。那这样子的话，等一下 PVP 很难发挥哦。嗯，不会哦，目前 PVP 要冲过去，对，你要看他要冲，那就现在的决断点就是说，你 PVP 能收多少过路费啊？不是 Super Noob， 你能收？会搞混哦。对啊 ，Super Noob 能够收多少过路费？结果哇，断腿，疯狂的收啊！天哪、啊，天哪、啊，这个超标了，你知道吗？真的超标了，真的超标了，破表了。哇哇！以前都过路费收40，他收4000，4000，这已经算是高利哦、喔。对，这可以去政府机关告他。高利贷啊，对啊，高利贷啊。哇，这集算率太好了，没话讲。那集算率这么好，你当然 PVP 就过不去了。没办法，这个他们冲那一波真的就是冒险。对，那集算率要他赌你一个集算率不错。对，那他赌在一个集算率最好的队伍身上。哇，集算率太好了，而且还有一发打在大轮，他完全没有反抗的机会。对，那机会就是运气也蛮重要。那当你在打的时候，自导轮。你要打自导人就是瞄稍微前面一点点，那射出去刚好中。那当有一定的机会没中了、啊，那不管怎样 ，Super Noob 的防御点很好，没问题。那最主要是刚在侧袭的击穿率够高。刚才三台 E5 过去，只要没有被打死的话，现在死的就是 Super Noob。对，可是目前看起来就是现在在那个50B 那个位置。对、嗯、对，刚刚现在就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就是说基本上直接被歼灭掉。这一场比赛非常快速。嗯哼，他们是有想执行他们的战术，但好。刚好对方就是对，我觉得技术够差别就是说 PVP 在用这个对Big Gaming 的时候 Big Gaming 在基地是没有任何演出，对，那刚是有台 T50 就站在那边看，我觉得他们可能有预设到他们会做这件事，所以一看到以后就整个就跑走了，就知道说哦原来你又要冲了，那我们就来吧，对，毕竟 PVP 他们算是连战了，如果他们的队长有在观察他们上一场就算 Big Gaming 一知道会知道对方有这个战术，是好，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Super Friend 直接被歼灭掉，那这边剩下一台1390，这好像速度非常快。嗯，我会看出来 Edison 老师现在非常开心。是，最好是下一场也这么快，那我会更开心的。你说下一场换那个 Super Noob， 然后直接像那样跑，然后这边炸。不要再跑啦，在跑什么？好，我们来看到这1390现在也被锁掉。那我们恭喜 Super Noob 这边倒打三分哦，这边、嗯。拿到了一个3连胜，现在比数战成一个3-2。是，那我觉得他们在前两场也，Himstorf 也是过分轻敌。然后第二个是战场的被动性。刚刚霍斯曼在聊天室讲了，他们前面就是指挥官没睡醒，小魔刚睡起来吗？然后指挥官刚睡醒，智商下降这样，所以帮他换指挥官，然后就倒打，倒打五局哦。不过刚刚的状况，我说这个 Super Noob 啦，就是说。前两局我觉得他们也是打得太保守、对、那你当你的配置是很固定然后被人家知道位置的时候，那对于对上 PVP 这种比较战术型的队伍，你就有可能被赢了，就是说被人家找出弱点然后做一个突破。那这几场来讲 PVP 虽然是做冲锋，可是我想就像你讲，就是他们可能有看过 VOD 说、PVP 刚这样打了，
啊，那所以他们就特地放一台 T 五在这里等你，看你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就哇，真的来了，然后就所有炮架起来，就在那边瞄你要过来的车子。因为我们也是有比赛经验的，我们常常就是在台下，因为我们会庆幸自己不是第一个上场。嗯、我们都在台下看那个人在怎么打。嗯哼，然后就看看看，然后等一下可能会这样，然后就真的读到，因为一个人他战术不见得会有你想象中那么多。嗯哼，好，那我们这边恭喜 Supernova 这边倒打三分三连胜，这边比数来到了3-2。那等一下，那张图一样是在 Rainbow， 但是我们攻守交换。是，那在攻守交换以后，这一局我相信 Supernova 的打法会比较偏向于走中下路的打法，嗯、因为北边冲锋不是那么好学的啦。那北边冲锋其实有个很重要的时机，其实北边冲锋我曾经在看过南边使用，而且用得非常成功。他们主要是用一台侦察车在南边做牺牲。吸引你的火力过去以后，然后北边唰就进去，然后就很轻松的拿下。所以他们还是有一个假动作在。对，还是要假动作，不要呆呆的只是。像我们刚看到Superfan 就是直接冲进去。是啊，因为刚假如说，其实刚刚的分散布局有对于 Supernova 有个缺点，就是说，今天假如 PV 打一个比较标准的中下路打法，那他用中坦先送下路进去，那下面 T 5是一下子被收掉，整个中南方会被完全视野做控制。那 Supernova 会被迫一直往后做压缩，然后一旦被站点以后，就会变成一个前面打后面狙的一种局出现。可是刚刚因为 PVP 并不是打什么标准的战术啊，打的稍微是比较他自己的打法，那就试试看有什么缺点的，类似这样的。所以刚刚就很轻松的就被 Supernova 破解掉，因为那个东西一旦被针对，你就是被收大量的过路费而已啦。那再加上不小心被断腿啊，有个还直接被收到破产，倒在路上。是啊。对，好，那我们这边。下一场比赛已经准备还要开始了，目前来到的是第6局。那 Rainbow 哥这边攻守交换，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攻方则是由 Supernova 担任，守方则是 Superfriend。第6局，那我们请一晨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配车。那目前来讲 ，Supernova 用215B 啊140两台，再加上两台 T50， 这是我讲比较标准的中下路的攻势的打法。那对于 PVP 来讲，它就是选了。重型，然后高 DPM 的车辆，可是重量又不是那么大的那种，就是 E5 啊 ，E5B 做一个比较高 DPM 的输出这样子。那对上 Supernova 是属于一个轻型的配置、啊、那在这一点交战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说，说一旦 PVP 打一个硬吃的情形哦，在车辆上的配置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那再加上 PVP 事实上已经放弃下路的配局了，那这时候呢？对于 Supernova 就会出现一个我刚刚讲的，用站点，然后再加上侧袭，加上南边的狙击的三方攻击战术会出现，等一下就会看到了。T 五是现在站点，那会有一台车子稍微压在更前面，然后后面有两台140做狙击。那这时候的状况就是，对方只要过中线会被中路的收过路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这台 Heron 的102的 T 五是这边是选择压比较前面来负责做一个远车、啊、是。那目前来讲，我觉得他压的还不够前面，所以中路的车辆没有办法做对215B 做一个很有效的输出。有，他现在压到一个已经算有点慢，但已经来到一个适合的位置。是，那目前来讲，T54在前面的亮的 T54，只要不死的话，这个局对 Supernova 都是大有利啊。对，非常好打。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那个位置，他要死其实也是非常困难。嗯哼。那目前就是说，在那个位置，我觉得他还不够好、欸，因为他那个位置应该要压到215B 对面的那个房子。哦，对。那他可以直接开到215B。他其实现在是躲在第二排的房子后面。对，那目前来讲，第二排哦，中间有一台 E5 要过来冲锋、哦。我们就看他们到底能不能把对方就是逼到全部跑出来，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站点点数已经非常接近了。如果 PVP 他们这边再不做任何动作的话，就非常危险了。是 RU251 被迫冲进来了。那 T54赖我刚刚就讲过，他的位置不好，他位置只要往前做。调整的话，对方就没办法来到这个位置。是是是。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PVP 成功拿到第二层的掩护，那这样就会变成一个乱战。对，目前来讲就是比极穿绿的时候到了。那问题一个大问题是，对 PVP 来讲，它是一个重坦布局。那对于 Supernova 的是一个中坦布局，所以长期集火下来的结果会造成 PVP 拿到装甲优势。没错，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血量上来说 ，Superfan 这边则是来到一个优势的局面。是。那目前还要看近战能力啦，因为不是那么单纯的，因为你有优势不一定能打赢。刚刚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了、哦、，PVP 优势达到劣势的情况。但现在三分打，你这样讲我有点担心。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就是重坦追逐的中坦，然后在这个角度里面攻击。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两边都是四台车辆，但是血量上来说是有两边持平哦。对，那目前哇，这边又被抽掉一台。对啊，目前来讲就是 PVP 的缺点又跑出来。对，这边就是集火效率上出现很大的问题。对，集火真的不行，有点各打各的感觉。好，有三打三，那这台215B应该是可以给对方一下。哇，其实刚 PVP 的血量多了快2000，对，快2000，就现在被打到到达1000了，到达1000掉，所以他们真的是有点夸张哎，在近战上竟然一口是损失了3000的血量，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然后那里，哇，这台一台满血的140啊，对啊，他就慢慢戳，对，慢慢戳，我可以戳死你这台，再去戳另外一台都没关系，对啊。而且你要知道140的 DPM 也很高，对，而且我们看到这台015还没地方跑，然后这边被队友收掉，那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就是一个重坦二打一，这个重这个东西就是你即便你拿到装甲优势血量优势，结果你竟然还打输掉，就代表你的近战真的很糟糕啊，真的是糟糕，没话讲了。然后这边140对上没打到，我就知道，你看，对啊，哦，有打穿了，打穿了，不错了。他刚有在忍，他如果一开炮，他刚如果太急的开炮，可能会打在士兵上。OK 了，这边4-2，那这边 Super Doom 已经直落4了。嗯哼，那主要还是，其实我刚觉得，我觉得刚 PVP 的决断正确，可是就是说，他这个局来讲，就是说，他已经落入 Super Doom 一个狙击的陷阱哦。那虽然说一开始是一个狙击陷阱，可是你要知道我认为 Super Doom 的那台 T54 就是前面那台是站错位，所以他没有办法提供下面一个掩位，让下面一直做狙击的动作。所以他们那三台车子在下面其实没，我觉得没有打到什么东西。可是PVP 也意识到这件事，他已经落入对方的局，所以他就做一个冲锋，做一个血量压制，因为他血多嘛，我用血量跟你做近战。一推进去的时候，还有我刚讲过，有还有1500到快2000的血量优势，结果一团混战下来，竟然输了1500。对，这真的是，真的是，这无语啊！这也不知道该。对，我觉得在集火上 PVP， 因为我觉得集火效率跟集团率这个应该是一个队伍最基本该具备的东西吧。它其实不容易达成，就是看你的小组的协调性。那越南人在打这一点一直做得非常好，就是说越南人他有时候没什么战术，天性使然吗？什么？因为大家都一起喝咖啡，当然是有可能啊。可是我觉得他们在打的时候喊得很大声，因为我看过他们现场比赛，喊得很大声。因为我那时候去打 WCG 的时候，跟越南的那时候是 Immortal 了，他们在现场打是每个人喊很大声，那种队伍，你知道吗？像 SF 那种，对，就一直喊。所以小组的意识的状况，我觉得会比较好。可是有时候台湾团在打现场还蛮安静的，你要看过台湾在打比赛，真的比较内敛。台湾人真的比赛的时候很内敛，不喊。可是越南团是喊得非常大声的。我们玩比赛说，这边来，那边过去，这样子，我们都这样讲。然后有时候讲得太小声，然后就队友没听到。对，那有时候就是说可能该大声没大声到，或者说没有一直提醒。可我那时候看越南人在打的时候，一直喊。从头到尾都很大，一直喊很大声，啊啊啊！这样子，然后你又听不懂他们在喊什么。对，当然听不懂啊，就做，因为而且还隔了一排嘛，因为比赛的时候会隔就是前中间跳一排这样做就对，对啊。可是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就对了。那不管怎样了，我觉得或者他们也不用工作也是个原因。这些都学生啊，啊，学生本来就不用工作。哎，他们这个选手年龄层比我们还低很多。我记得越南团的选手都20岁上下而已。对啊，那跟我差不多大。对啊，可是 Horseman 其实也很小。Horseman 年纪大了没几个了。早期的 IF 的团，年纪都很大，可是就一代一代一直退嘛。越来越年轻。对，越来越年轻。我觉得选手年轻化是一件好事。好事啊，年轻选手反应比较好。没错，而且近战能力，而且他的可塑性比较高。好教，因为当初这批人里面有一些，我那时候亲手教的时候，就教一些比较，我觉得那时候比较大缺一点，然后比较需要学的观念。那慢慢去建立起来以后，发现有几个当初培植出来的，其实到现在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好。就是说，其实我那时候在选新选手一个条件，就是场次不得超过5000。我认为超过5000以后，他就会养出一些习惯。那这习惯是好的，当然无所谓，你是天资聪明啊。可是很多人是很糟糕啊，养毛都还没长齐。对啊，对啊，所以那时候就是照这种状况，我们去要求他啊。那时候培训是很严格的。那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要离开了嘛，所以那时候训练其实很扎实了。所以口令那时候，我记得口令那时候也是那时候培养出来的，所以到现在。在近战的能力也很好了。那红星星口令，彼得走了，
这两个了，那时候这两个还算是现在的主力。那星星本来就比较有基础了，那是另外一回事。还有一个 Jennima， 可 Jennima 现在也这一季也没打，因为 ID 的问题。最后一张图在 Provka。OK， 对，担任攻方的是 Supernova， 在守方的则是 Superfriend。哎、欸，不是哦，攻方的是 Supernova， 守方是 Superfriend。对啊，那我没讲错吧？你刚讲是吗？你看他们两个队伍，你看连听都会听错了。不行，我们一定要严，我们现在开始要严重的控制自己，就是 Superfriend， 我们要讲到 PVP。对啊，对，攻方是 Supernova， 守方是 PVP。对 ，PVP。OK， 他们这个名字实在是太诡异了。嗯，我觉得 Supernova 的进点太急了，他不应该这么快进来。哇，没想到现在冲那么快。嗯、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台 T 5是很可能会被这个收掉。对这个图来讲 ，Supernova 是打非常好。我当年在跟他们打，可怜我打这个图打得非常辛苦啊。那他们在这个图的地图熟悉度非常非常好，而且战术变化性很多，所以我认为 Supernova 打这个图应该不会太困难。好，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PP 陆续的想要开过火车的铁轨，但是一开过去就收了，被收了过路费。是啊，对，火车想过山洞，结果被打了一个洞。哇，我们可以看到这边140，虽然以为他残血，但其实拖了非常多的时间。是，不过那个 STB 在南边，我觉得他可能要慢慢的，慢慢的走过来，边走边射过来，这样应该就。虽然他在长距离的表现没有那么佳，但是还是有机会命中。是啊，只要不要命中到队友就好。不过他目前没移动了，代表说他打得到 OK 了。可能个人的瞄准技术够了。可是我觉得对于 PVP 来讲，最糟糕的就是这种局，跟被迫跟 Supernova 打了一个近战场。对，我们看到两边近战就是实力很大的差距。是啊，又来了！天哪，差4500！哇，4000！可能就是一群戴眼镜的宅男，然后跟斯巴达战士打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近战会差这么多、欸，真是差太多了啦！大家车辆也没差到哪里，然后你打差了4500，是怎么回事、啊？现在不止4500哦，现在快6000了。OK， 差了5900的输出。五千九，那4500就是6000嘛。所以就是一个近战场嘛。那 Super， 你让 Super Noob 达成一个近战场，你就没有翻手机会。这场实在是速度太快了。对，而且没有战术，你要跟 Super Noob 比交换，那近战就整个集火一团糟，只能这样说了。啊、把部队切成两边，你怎么跟人家打集火？5-2。这跟我们第一局、第一个 match、今天3-5-2啊，对啊，3-5-2，其实打起来整体还是算快的，没错、嗯，因为我们他就这场就有点像第一场 match 有点像，就是 Horseman 先被对方拿两分，对，哎、欸，一模一样哎、欸，对啊，再倒打，然后5-0，对啊，完全一样的局啊，哦，没有，第二场是3-5，OK OK， 对，这边有稍微挣扎过一下，嗯哼。其实 PVP 我觉得他今天打不差，对，可是他的大缺点完全暴露啊。对，就是他正好他的弱点就又刚好是对方的强项，这没办法。是是是。好，那我们这边恭喜今天第一个 match 获胜是 Horseman， 那第二个 match 获胜是 Big Gaming， 他们已经连续两周获胜了。是。那第三场只有 Super Noob 不意外这边成功的击败了 PVP。嗯哼。那 PVP 今天每一场都败，这有点可惜了。对，可是我觉得他们整体表现比上一周好。对。他们进步神速，然后上一周其实更惨。对，可是主要是这一局来讲，就是近战面然后表现太差，小土作战还有集火能力，还有小土要做怎么做切割搞不太清楚，因为他刚在铁轨侧两台重坦躲在后面放着三台中坦被集火，就是在近战上是很糟糕的表现啊，你还不如直接开下去，大家决一死战那就算了。对，那就是说他们在小土作战、近战作战上，我觉得还有很大的表现空间啊。可是他们今天在战术层面，我觉得还有蛮多蛮创新的东西、啊，蛮多让蛮崭新的一些。对，其实不错、啊。他们几次拿分都是他们战术表现非常成功。是是，成功做切割。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的 ranking。积分。对，翼龙拿18分 ，Super Noob 15分 ，Karen Tiger 13 ，Horseman 9分 ，Big Gaming 8分，追上来。PP 3分 ，Immortal 3分 ，T 一还是0分。零分。对，那目前来讲，季后赛的保卫战看起来重点会落在 Horseman 跟 Big Gaming 身上。对、嗯，因为我们是取前四嘛。是。对，那我们这次 Horseman 跟Horseman 跟 Big Gaming 都要加油了。那 A 级神就是私心当然支持 Horseman。是啊，可是其实这几个队伍，因为电竞团打久，大家感情都不太大家感情很好，谁晋级都像自己家人一样。是啊，其实大家都熟的不得了，因为平常团练就是在那边练来练去啊，所以怎么打都是这些人啊。嗯，对。好，那我们这边就希望前四，目前积分前列为前段的队伍就赶快加油了、嗯。是。那落后的队伍呢？没关系，你们就尽量发挥你们的战术啊，尽量磨练自己，让自己有能够发挥到100%或者是120%之类的。是啊，看起来 PVP 已经 pick up 了，我觉得他们下周开始可能会越打越好了。可是，我不知道他们还有多少机会
跟次级的队伍打，我觉得他跟次级队伍打，我觉得有机会赢。嗯，可是他只要对到鱼龙，我觉得他怎么努力，可能都还有一段很大的差距存在。好，好，那这是我们下次的对战组合。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场是有 Super Noob 对上的是鱼龙 Gaming， 第二场是 Immortal 对上的是 Horseman， 第三场是鱼龙 Gaming 对上的是 Immortal。嗯，哇，这样今天下一周会有比较，会有两个队伍比较辛苦啊。是有两个队伍是连打两场啊。对啊 ，Horseman 的话是对上 Immortal， 我觉得这边应该算是一个赚分的机会。是，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看他们有没有指挥官啦，因为上一个礼拜 Immortal， 等于感觉好像完全没指挥官。Minyu 跟那个Unreal 两个都不在啊，所以是真的没指挥官，就没有指挥官了。好，我们那天在播这个比赛的时候，就觉得奇怪，怎么完全杂乱无章？原来是真的没指挥官，没有指挥官了，就是他们一代、二代指挥官都不在。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三代指挥官了，可是我刚看那个名单上面，事实上没有三代指挥官在上面。嗯，所以我不知道下面他们现在三代是谁，或者是说感觉 Immortal 现在有点需要加油啊。对，搞不好他们下礼拜指挥官就回来了，所以谁知道呢？好，因为我们可以知道《战车世界》这款游戏它的年龄层偏高，嗯哼，对，所以有很多选手，你看他现在在打比赛，其实人家是有正职的。对啊，那相比之下，当然是我的正职重要，这没办法，对啊。是是，目前就是这种情形，没办法，因为假如说像 Unreal， 他假如咖啡店生意很忙，那他怎么有空过来打？可能今天朋友全部都来喝咖啡了。对啊，越南还是流行喝咖啡的，对，大家都走一走就喝了。好了， okay. 那我们这边比赛告一个段落，那谢谢各位今天的收看，那我是主播 Big Boss， 我是赛平 Edison， 好，那我们就下次有机会再见了， okay, 拜拜，晚安，拜拜。